问的问题其实还蛮好，这个地方加个 tab 哈，输出就变这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等同是在这个回圈里面哦，所以这个 tab 一个 tab 哦，如果底下还有 tab 的话，那意思说在这个 tab 里面啊，在这个 for 回圈里面被执行，也就是它只要跑一次，它就输出一次，只要跑一次就输出。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啊，假如说按backspace 啊，就跳到，意思是说呢，当我把上面的这个回圈跑完之后。 才会去做一次输出，所以我先执行，其实应该这样才是正确的、啊，有没有？就输出这样的结果了。啊，但是如果将来你是希望说每跑一次就看结果，每跑一次，那你就把那个刚刚的部分呢、啊，就把它放在里面就 OK 了。好，第一个，那第二个的话，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？哎，帮我哈、哦、做一个件事情，什么事呢？就是呢哈、哦，如果我今天希望是奇数的部分呢、哦，就一三五七九。 一直到99，哎，的加总，我若偶数部分我不要哦。那这个时候其实哦，就是我讲的啦哈，几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，直接怎么样，在 for 回圈下一行写一个逻辑判断。如果什么呢？哎，如果它能够被一整除的，应该被二整除的话哈，如果能够被二整的，那就偶数嘛。那如果不是的话呢，那就是奇数嘛。哎，所以哦，那所以呢，逻辑要怎么下？ 好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你要熟练了 ，if什么呢？i这个词，如果能够被二整除，哎，这个序是怎么写？整除哦，整除，哎，这是除以多少的余数啦？除以多少余数还记得吧？哈、哦，这个 percent 有没有百分比啊 ？percent 多少 ？percent 2嘛，对 ，percent 2意思说除以2之后的结果，哎，的结果记得等于多少？等于零的话。 那就是奇数，哎，不过我们如果是希望哦，奇数部分的话，那就是不等于零，不等于零的话，几种写法，要不然就等于一啦，是不是？除以2的余数为一，这个一种写法，要不然另外一种写法是不等于零，不等于零的话怎么写？一个惊叹号嘛，不等于零，这样也一种写法，哎，所以写法好多、哦，我们先用那个刚刚的方法，比较简单一点哈，等于一好了，不就等于零，不就等于一？ 空一格啊，不是空一格，冒号，有没有？意思就是说呢，哎，当我这个条件为 true 的时候，等于一嘛，哎，比如一除以2余多少？余一嘛，哎，那就是奇数。那3除以2余一，哎，对，135刚刚好。那特别注意哦，底下的那个、哦、加总累加哦，请特别注意哦，一定要多做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请你怎么样呢？在这边按一个 tab 键。 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上面那个条件为 true， 我再去累加，那不是的话呢，就跳过了。意思说，2就跳过，不会累加。4会不会累加？不会跳过。6有没有跳过？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吧？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哎，差一个这个 table 哦，哇，那结果是大不相同哦。OK， 你不能放错位置哦，尤其这种。 阶层的概念哦 ，OK， 这个意思是说，如果当上面的条件为 true 的时候，我才去累加，哦啊，一定要前面多一个这个 tab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大功告成了。那底下当然你可以什么计算的嘛，奇数吧，也许你底下的话也许多一个叙述哦。如果是奇数的话，那就打一个奇数，奇应该是这个奇吧，哈，对，好 ，OK， 然后执行一下，理论上应该多少？ 2500对，应该没错啊，1加99，哦，然后2，3加97嘛，哦，啊，最后乘以2了 ，OK 哈、哦，那就2500应该没错。那如果换个方向，如果我今天是要偶数的话，哎，偶数怎么办？很简单嘛，就把什么这边改什么，改成0，哎，0，哦，做输出。嗯 ，OK， 有没有？ 2450。 应该也没错了，偶数部分的 ，OK。好，所以其实，哎，那如果说两个我都要输出的话，那我可以这样，把这边哈、哦、复制一个，哎，这边 Enter， 然后两个、哦，一个是奇数，一个是偶数，哎，那什么偶数？好，那我可以怎么了？哎，可以什么？可以在底下，但是问题哈、哦，一个是sum，那怎么输出两个？
对，再加一个 else 吧，对哈，这边加一个 else， 那你可以怎么加一个 else 反之嘛哈，然后冒号，然后sum，那当然你可能哦，一个是偶数，一个是奇数，那可能变数不能同一个，所以你可能就什么？ sum 可能 a， 比如 sum a 好了，一个是 sum b 好了，哎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请各位练习看看好了哈，就是可以的话，假如说我今天输出两个好了，哎，那这样该怎么做？一个是 sum a， 一个是 sum b， 那就分别然后帮我去做出量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哦，哎，奇数输出，偶数输出的话，哦，其实道理差不多啦，请各位自己再去灵活的去变化一下了哈 ，OK。 主要目的是希望哦，哎，程式真的不是死的，反正很多东西都有讲过，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哦，能够很快的，可以把这些之前讲过的变数也好，或者逻辑叙述也好，哦，然后可以怎么样快速的把它套用，然后你想要输出的结果很快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，OK， 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哦。